记者陈玉勋台北报道，钢琴与小提琴如何擦出火花？美国小提琴家布莱德·鲍杜二人组取自笑鲍杜皮之意，由拉住小提琴的科学怪人布莱德·拉普，以及人称光头情圣的钢琴家艾尔多·坚提列基二位音乐奇才组成。不过布莱德解释 Dial Bodo 并非姓名组合， Dial 为两个人的意思， Bodo 则源自意大利文，意思为勇敢有力量。两人2002年相识于意大利佛罗伦斯的一个小镇咖啡厅里，布莱德与有抱负的演员又善于弹钢琴的艾尔多想法一拍即合，因此鲍杜二人组就这么诞生。在2004年一次与意大利男高音安德烈·波加利 Andrea Bocelli 同台演出，鲍杜在国际崭露头角，邀约蜂拥而至。2009年获颁音乐喜剧竞赛一等奖，2017年受邀北京音乐厅国际古典系列演出。近年来足迹遍及美国、意大利、瑞士、法国、墨西哥、西班牙、中国及日本各大音乐厅和剧院，累积超过1000场的演出和数万名观众。鲍杜二人组将分别于台北、新竹及台中演出，详情洽两厅院售票系统。鲍杜二人组以幽默风趣的方式诠释古典乐。记者陈玉勋社，鲍杜二人组记者会。钢琴家艾尔多·坚提列奇左与小提琴家布莱德·拉普。记者陈玉勋社，鲍杜二人组钢琴家艾尔多·坚提列奇左与小提琴家布莱德·拉普。上山艺术提供。